我从他的头上掉了下来。森林中，风吹了过来。这时，有一个猎人拿了一把枪走过来。往天空开了一枪，有一只鸟的头上掉了下来。这时有一台直升机从远方飞了过来，看到草原上有一只黑金刚，接下来黑金刚看到星际大战，你杀了我爸爸。可能观众没有看过这一段，我们现在倒转倒带式。星际大战，你杀了我爸爸。有可能大家听不懂中文，现在我变成台语再唱一遍，倒带。星际大战，一台舞蹈杯。有可能大家想要看英文版的，我们倒带开始。星际大战。You die my father. No! 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Money Money。好厉害哦！哎、Money Money 啊，不是我在说啊，那个梗有需要换一下、啊。真的？你们光这一段我们都看过几百遍了。没有，我们刚刚是模仿是那个 Money Money。对啊，我们在模仿别人的。对、哦。对 OK。很厉害，很好笑啊！但我老实说，我跪了好几次，跟你说。啊，他的单子他 B-box 很厉害，很厉害啊！对，真的是厉害的，真的蛮强的。那但是接下来呢，能舞就能文，对，那文的部分呢，就是来自弹自唱啦，就定位置。发生什么事？王力宏酝酿多时的心跳 MV 在历经多次修改，终于如期赶工完成初剪带。 MV 中不仅呈现了和上原多香子浪漫唯美的爱情，更道尽了力宏身为艺人后谈恋爱的辛酸。我跟大家我觉得都一样，就是我也会有开心，我会有难过，我会有受伤的感觉，我也会有就是感情生活，虽然我是就把它写到歌里面去了。记者会上，王力宏也特地制作心跳婚戒帮两位歌迷证婚，这也让人不禁想起王力宏曾与舒淇共同挑选戒指的绯闻。有为自己挑选戒或是挑选婚戒吗？有啊有啊，选戒指这个是我前一阵子还陪我的好哥们在纽约去选戒指，因为他跟他女朋友求婚。哇方大同不只会创作音乐，对厨艺也很擅长，从小深受父母影响而成了素食主义。方大同不介意未来女友也要一起吃素，但约会可就是一件麻烦的事。如果我有交到女朋友，她应该也不介意我吃素，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怎么互相平衡吧，但是希望她也是对这个身体健康有概念。法兰克跟真善美打破花瓶，但知道实情的法兰克并没有告诉真善美那只是假花瓶，还继续演出欠钱的戏码。啊！千万不能报警，这是欠钱的利息，我不要紧的，谁叫我们还不出钱？阿星不小心说出了秘密，也让真善美不想再见到法兰克。只不过才500块，干嘛拖那么久啊？
500。快！精彩内容，请收看今晚八大综合台播出的《我的意外面包》。这首歌是张学友的《我真的受伤了》。灯光熄灭了，音乐低声了，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，窗外阴天了，人是无聊了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电话响起了，你要说话了，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，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，是你变了，是你变了。窗外阴天了，音乐静止了，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，天下起雨了，人是无聊了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想要对小队说的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没有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我从小到大、啊、就没有这样久了，就以前读念书的时候，一直看娱乐百分百啊、到长大，所以其实这次来到这里啊，我们有陪伴你这么久吗？没有，有哎、欸，不是，之前还有你还没主持的时候啊，就很久以前去 小S 的时候，就从小到大就一直看，然后这次。一直到现在呢，这整集都是由我自己，都其实我自己非常开心的。哦、oh, oh. ，对，即兴段给娱乐百分百了，以为他语中胜的呢。杰哥，百分百，耶，语中胜的，耶、yeah. ，好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！谢谢你啊！好了，重点呢，何伟健呢发行了新专辑啦，那最近有没有什么？通告跟签名会的活动讯息跟大家讲一下。对，有啊，就之后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一些活动，是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到场支持。当然，详细的内容呢，可以上我们的华纳线上音乐杂志 www.warnermusic.com.tw 查询更多详情。好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何伟健，最近专辑名称叫做《生》新生何伟健，希望大家会支持何伟健，谢谢，谢谢。给我麦克风，大家快来跟我疯，把螺丝放松，双手借给我用。我不是要你跟我一起时刻朗诵，我只是要你和我有那一点点的互动。跟我说嘿，嘿，跟我说吼，吼。要撕不清也能把气氛搞嗨，所以暂时还好，请大家不要见怪。接下来请。